请掀开经本，前闼婆王寄诵第六首看起。佛身清净皆要见，能生世间无尽乐，解脱因果次第成，美目于斯善开示。这一首寄诵清凉注解的比较多，天王在长行文里面，我们看到要摇动美目前闼婆王，他得的是现广大妙好身，令一切获安乐解脱门。在赞颂里面，他叙述修因正果、自利利他的业因果报，第一句是说现身，佛身清净皆要见。要是爱好欢喜佛现的身，清净身，无论现什么身相，皆是清净身。我们在经论里面读到的，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佛就现什么身。可以说佛是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无类不现身。换一句话说，一切时一切处一切族类之中，佛通通现身，无论现什么样的色身，都是清净身。在人道现人的清净身，在天道现天之清净身，在鬼神道，像此地我们所念的前闼婆神，前闼婆是鬼神道啊，前闼婆当中的清净身。在畜生道是现畜生道的清净身。那我们要问，清净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才叫清净身？清净是不受污染的意思啊。我们的人身不清净啊，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你被污染了。你被自私自利污染了，你被名闻利养污染了，你被贪嗔痴慢污染了，你就不清净了。佛菩萨在人间示现人身，他一切的污染都不受，所以
他的身是清净的。同样一个道理，他先前他婆身，前他婆是凡夫啊，不是圣人的，是六道众生之一。我们一般人称他做鬼神道，他是四大天王所统辖的八部鬼神。介于天跟鬼之间的一类众生，少分相似天，多分相鬼，这么一类的众生呢？佛所示现的也是清净，为什么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身就清净了。具体而言，没有自私，没有我执，不执着这个身是我，这无我相。没有是非人我这种分别执着，无人相。没有贪嗔痴慢，没有见思烦恼，没有尘沙无明，他怎么不清净？佛无论在哪一道现身，此地这个佛身是广义的，设法界之身，佛所示现的通通是佛身，所以十法界的众生都喜欢见啊，都喜欢清净这样的人物。身心清净，我们世间人称为德行。如果在人间实现的，这个人有高尚的情操道德，身心清净，当然生智慧。《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所以这个人有德行，有智慧，有学问的。当然大众都喜欢亲近他，皆要见他，喜欢见他。第二句，能生世间无尽乐，这个就是一切众生皆因他而得安乐，这个世间就是一切。意思甚深甚广，
世，意思是讲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古时候中国人以30年为一世，所以这个世你看看三个时，这30表过去、现在、未来，30年叫一世啊。间是讲的空间，就世间跟世界是一个意思，界是界限，也是讲的空间。说世界也好，说世间也好，现在人讲的时间与空间，这个里面所有一切呢，都包括在其中的。我们讲一切的动物，人是动物里头的一种，植物、矿物，一切自然现象，用这“世间”两个字都包括进来。那么，我们就体会到这一句文里面的含义了。不但一切动物离苦得乐，植物也离苦得乐，矿物也离苦得乐。你看这个意思多么深广啊！从什么地方离苦得乐呢？佛现清净身离苦得乐。诸位再体会这个深意，这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自心化他了。我们这才明白，我们如何利益一切众生，修清净心，自己身心清净，就能够利要有情；自己身心不清净，用什么样的方法也不能令众生得真实利益。所以菩萨修行，为什么人修的？为一切众生修的，如果说为自己，自己就被污染了。为什么呢？你有私心，你有我见，你有我执，你永远得不到清净身。因为你没有清净心，佛菩萨跟凡夫的观念不一样，念念为众生，没有为自己。我们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修布施为众生，持戒也为众生，忍辱也为众生，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全是为众生，所以他的清净身他成就清净心。我们怎么样修学都入不了佛菩萨的境界，原因在哪里呢？没有把我忘记。
啊，无论修学什么法门，为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为我。啊，能不能往生呢？能。修学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啊，为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能成就，但是品位很低呀。啊，凡圣同居土去往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中下辈而已，上辈还都没分。为什么呢？我执没忘啊！啊，这是说净土之殊胜，真正殊胜就在此地。啊，我执未忘，居然也能往生。如果能够破我执，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再凡圣同居土了。啊，破了我执，方便有余土；破了法执，实报庄严土。啊，这叫待业往生呐。除净宗法门之外，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里面没有待业的。啊，这就是给你老老实实说明，你要不修净土法门，你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啊，为什么呢？一定要破我执，破法执。啊，你才能成就。什么成就？脱离六道轮回，那算是成就。啊，修来修去总出不了轮回，没有成就。啊，我们无量劫来啊，生死死生啊，总出不了六道。这就是没有成就。为什么出不了六道呢？我这个念头啊，没忘掉。啊，念念以这个身生活，为这个身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让这个身贪图享受，啊，让这个身自私自利，一切的造作只有一个目的，损人利己。干的都是这个事情。我们再想一想，菩萨所干的跟我们恰恰相反。菩萨念念是众生，没有自己。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清醒过来啊，我们要想成佛成菩萨，就得要学佛菩萨的心行，从今而后念念只有众生。
没有自己，你就转凡做圣，你就不是凡夫，就是佛菩萨了。全心全力，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你就是佛菩萨。帮助别人当中还夹杂着自己，你是世间的好人，你不是佛菩萨。换一句话说，你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只是人天善人而已啊！你得的果报是人天福报，不是圣贤。圣贤为一切众生，决定不掺杂自己。念念之中啊，只有众生，没有自己。这是佛心的。这是佛意，这是佛心，所以凡圣就在一念之间，看你这个念头啊，能不能转得过来。果然转过来了。彻底转过来了，你不但超越六道啊，同时也超越十法界了。由此可知，凡夫作佛不难啊。佛在经上讲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那是对一些不信人说的，不理解的人说的，不肯回头人说的。如果能信能解肯回头，凡夫成佛刹那间事耳，哪有那么长的时间呢？真那么容易吗？我们在经论当中看到太多太多了。楞严经上，诸位看摩登伽女，那个烦恼习气多重，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还不到一半，他证三国圣人了。像摩登伽女这种成就的，不知道有多少啊。
佛当年在世，每一次法会，讲完之后，有很多开悟的，有很多证果的，也有很多听了之后像我们一样的，众生根性个个不相同啊。像我们这种人物听了佛法，阿赖耶里面落下一个所以金刚不坏的佛种而已，除此之外起不了作用啊，我们也没有开悟，正果更谈不上了。什么原因呢？李炳南老居士以前给我讲的，不信呐！不要以为啊，你受了三皈了，受了五戒了，甚至于出家了，甚至于做讲经的法师了，啊，天天给人讲经说法，劝人学佛，你信不信呢？不信呐！李炳南老居士给我讲的啊，为什么说你不信呢？因为你信你就成佛了啊，信了之后你烦恼习气就永断了，你烦恼习气没断，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还是随顺烦恼习气，所以你没有相信啊，他老人家讲的话，我们细细反省反省，对的，他没有说错。啊，为什么呢？《金刚经》上佛如是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实相，实相般若。啊，我们实相般若没现前，所以我们没有信心。什么叫实相般若？咱们很难懂。我们讲浅一点，《坛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啊，你看他跟五祖报告，他是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于是我们就能肯定。那就是生实相。啊，那是真正幸福了。啊，我们今天一天到晚，要是遇到五祖，一定说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啊，我每一天接见客人，各个地方学佛同修来找我，千篇一律都是弟子心中常生烦恼，我没有遇到一个啊，说是弟子心中常生智慧，没遇到一个，不信呐！啊，信啊，你就转过来了。什么转过来的？观念转过来了，想法看法转过来了。啊，从什么地方转呢？从根本转。什么是根本呢？自私自利。不信，没悟之前念念是自私自利，
觉悟了，信心升起了，念念之中利益一切众生，啊，自私自利那个念头啊，消融得干干净净，没有了。这个叫真性了。世尊，这些真实殊胜的教诲，哪一部经上都有啊？可以说他老人家了，一切时一切处，对一面对一切众生，常常挂在口边。常常为一切众生作此示现，啊，我们天天看，天天听，就是不懂，就是不信，啊，可是诸佛菩萨并不因为我们不信，并不因为我们看不出，他就不做实现了，他还是依旧欢欢喜喜做此实现，这是无尽的慈悲。信德的流露啊，从来不计较我们信不信，从来不计较啊我们懂不懂，永远在为我们做此事情。时间久了，总有一天呢，哎，会看出来，会觉悟了。就像《金刚般若会上》须菩提尊者那个样子啊，我们知道啊，佛说《金刚般若》是第四会。啊，释迦牟尼佛一生示现成道之后，第一部讲《华严经》啊，《华严》是在定中讲的啊，没有甚深禅定的人入不了佛的境界啊，所以常说华严是为化身大师所说的啊，我们世间的时间很短啊，二七日中，也有说三七日中，这个说法都是经典上有根据的啊，那在我们看时间不长啊，二期十四天，三期二十一天啊，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法讲圆满了我们今天把这个华严经念一遍，
也要二七日，一天念八个小时，半个月念一部啊，这通常一般念华严经的啊，我们半个月念一部释迦牟尼佛，半个月把这个经讲完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本子呢？不是啊，我们今天这个华严经呢，是目录提要啊。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二七日中讲的华严经分量多少呢？他告诉我，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记，一思天下未成品。释迦牟尼佛二七日中讲完，不可思议啊！这个是龙树菩萨所看到的原本呐。分量太大太大了啊！这是上本，还有中本，中本戒略一些。龙树菩萨看到这种情形，不是阎浮提众生有能力受持的。所以再看下本，下本是什么？目录。十万计四十品，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我们读的华严经的目录还不是完整的啊，从西域传到中国，残缺不完整的本子，东晋时候第一次传过来，翻成中文，36000诵啊。诸位想想，全经是100000诵，流传到中国来的是36000诵，三分之一多一点啊，残缺不齐。我们翻成中文60华严啊。第二次唐朝视察南土到中国来，带的有华严经。啊，这第二次翻译唐译增加了9000诵，所以总共是45000诵，接近一半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念的80华严啊，80卷。贞元年间，乌图国王向中国进贡，就是给皇帝送礼物，礼物里面有华严经的一部分普贤行愿品，就入法界品，这一品完整的，没有欠缺，非常难得啊，总共40卷，我们翻译出来叫40华严啊，是华严经的一品，最后的一品。所以这样整个合起来才只是一半而已啊。啊，我们这目录里头的一半啊。然后你从这里想一想，释迦牟尼佛二七日也好，三七日也好，说这部大经圆满的教诲，无尽的法藏，若非化身菩萨，如何能受持啊？
不但不能受持，读诵也做不到。啊，就想想我们是什么样的根性，跟人家怎么能相比？啊，而且还显得功高我慢，自以为了不起。啊，实在说，不要说跟这些菩萨们了，跟祖师大德，跟后面提草鞋，人家都不要你啊，都不够资格，你有什么值得骄慢的？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习气太重太重了。习气不除，永远不能够入门。啊，不但不能入门，天天读诵，天天听经，连真正佛法消息你都得不到。你说你可怜不可怜？啊，佛法的消息尚且不闻，你的信心怎么会生起来？你不可能有信心吧？你还是相信烦恼习气，你还是相信你自己的成见，你还是搞你的六大轮回。能生世间无尽乐是真的，但是你决定没分。为什么？佛的清净身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啊，佛的真实教诲你天天听，你入不进去，所谓是耳边风而已，你怎么能得受用？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有几句话必须要跟诸位解释一下，为什么呢？否则的话你产生错误。啊，他说佛显于世的时候，足履隐伏，若在人天现增快乐。我们看到这个句子会生怀疑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当然他站着也好，坐着也好，啊，那个时候世尊讲经受法，多半在野外，没房子，坐在树下，坐在石头上，太阳照下来，佛有影子，啊，这是不要说是接近佛的身相了。就是接触到佛的影像、影子，你的身心就得快乐。这话是真的吗？现在佛不在世，我们塑造的佛像，我们见到佛像啊，有没有能得快乐呢？学佛的同学天天拜佛，还烦恼重重，忧虑重重，没有得快乐。那这个话不是讲不通了吗？古德给我们说，佛家的经典说意在言外，这是佛经不好懂的地方。我们有听说过一文结义三世佛愿，祖师的著书言语也是意在言外，
作履引服，这个意思很深的。我们今天走进佛菩萨的殿堂，古人说殿堂，现在说殿堂，人家不懂。殿堂现在的话怎么说呢？佛菩萨教学的场所，这大家好懂。我们踏进教学的场所，就是住旅啊，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就是引福。佛菩萨教诲影响所致，我们受他的影响。怎么受到影响呢？你真正听懂了，你就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了，那个快乐是从这儿来的。你如果不懂，你就生不起来。最明显的简单的一个例子像博物馆里面展览佛教一些艺术品佛像，飞天罗汉供养人，这些雕塑绘画，现在人进入这个博物馆欣赏他的艺术他也能生欢喜，美感释法了，他不是法喜。比如我们上一次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参观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一批佛教文物石刻的佛菩萨像总共有400多尊，这里面精品在这个地方展览我们很多人去参观了，一般是欣赏艺术雕塑之美雕工的细致真的是叹为观止年代相当久了，北魏时代的，南北朝那个时候的，距离现在1700多年这个雕刻是有彩绘的，到现在那个彩绘还能看得很清楚。馆长一一为我们讲解介绍每个人听到都生欢喜心欣赏艺术之美我看到里面有几尊毗卢遮那佛看到他的袈裟
我得的是法喜充满。我看到袈裟这上面一格一格，他所画的那些图画，内容是什么呢？设法界一正庄严的变相图。佛正中这个袈裟这一格，画的是佛在那里讲经说法。旁边格子里面画的是诸菩萨。一层一层下去，缘觉声闻天人畜生，最下面那一格是地狱我看了之后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学佛，他们没有学佛我们学佛懂得了，那个佛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是华严里面的佛，华严本尊啊。我一看到这个图啊，就晓得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一法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界一切，一切皆一。它代表这个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诸佛国度不同的族类今天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形式你看六道众生这个身体形状不一样不同的文化，甚至于不同的宗教信仰，总而言之它是一个一个什么呢？共同一法身。毗卢遮那是法身佛，共同一法身呢用现在的话说，共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一棵大树一样，这是一个代表一个完整的大树我们一切众生是这个大树上一个枝一片叶一个小干华严所表的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是一个共同体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一切众生就是自己佛菩萨所讲的常乐我净法身大事就通通具足了我们凡夫常乐我净有名无实在法身境界里面，常乐我净是事实真相那什么是我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决定不是执着这个身是我身是我错了迷了我好比是个树我们这个身是什么呢？身是树上的一片叶你拿着一片叶这就是树，你错了
啊，业不是树啊，树里头有业。啊，但是业跟树是离不开的，不能把业当作树。啊，我们今天迷就迷在此地。啊，不知道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是我，所以诸佛菩萨念念为一切众生，就是念念为我啊。啊，我们今天念念为这个身呢，我忘掉了。不知道我在哪里啊？只听经上常讲，设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会念会说，不知道什么意思，自己永远入不了这个境界。而诸佛所现的身，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有没有能够体会过来？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无疑不是诸佛清净身。几个读华严经能体会到呢？体会了有什么用处呢？华严经是课本啊，在课本上见到啊，你要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生活上才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我们眼前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这个里面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跟华严无二无别，皆是如来实现。谁明白了？谁觉悟了？善财童子明白了。善财童子觉悟了。善财就是代表真正觉悟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什么人，你只要觉悟了，你就叫做善财童子。善财童子不是一个人，你就一生成佛，圆满成佛。为什么呢？因为你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通通是诸佛如来化身，通通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你在生活里面起心动念，自自然然跟普贤行愿就相应了。啊，你最尊敬的是诸佛如来，现在所有一切人物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就是诸佛如来。啊，你礼敬诸佛落实了，称赞如来落实了，啊，
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帮助一切众生，不遗余力，你广修供养落实了，所以普贤行、文殊行啊，不必要教啊，不必要学，自然都落实了。你当然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我们在课堂里面、课本里面，经书是课本的，课本里面所学的要落实在生活上啊，这样就能信、能解、能行、能证啊。清凉大师解这个经，用信、解、行、证四分的介绍四分里面每一分都具足其余的三分啊，性里面有解有行有证，证里面有性有解有行，这叫一戒十多，多戒十一，一多不二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然后就体会到了，字字句句里面都圆满含摄信戒行证，每一句每一个字里头都具足啊！这样体会到啊，然后再反过头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事出世间一切现象当中，你要说哪一个现象里头不具足信戒行证？于是龙树菩萨所看到的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际的大本华严经，我们也看到了。什么叫龙宫啊？龙宫也是表法的呀。宫是什么？宫是收藏这个经教的场所，我们今天讲图书馆、藏经楼收藏的。龙是代表什么？龙是代表千变万化了。龙宫在哪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龙宫啊，我们这个社会就是龙宫啊。原来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际的大方广华严经，就在我们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境界里头啊。啊，不是到大海底下去找啊，啊，龙王住的地方啊，那你就是个大笨蛋了。你到哪里才找得到啊？啊，所以他老人家所讲的龙宫，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净虚空变法界。啊，所以才说这个经呢，一切诸佛除广长舌相啊，尘说刹说，永无间断再说，这话我们肯定了，真的一点不假。
啊，确实没有间断过。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全是大方法，你要能够体会到了，那尽是佛法也。啊，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呢？就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啊，诸位如果真正懂得、真正体会，有人问我，法师，你这个华严经什么时候才能讲得圆满？你要是真懂得了，句句都圆满。啊，会会都圆满。我们这一会一个半小时，华严经有没有讲圆满？讲圆满了，每一会都讲圆满了。你们常常在这个地方听经，啊，我们常常在一块互相研究讨论，应该体会到这个意思。你看这个经上哪一首偈子不是圆满的？哪一句不是圆满的？啊，这个就是经上所说的一偈一切。这一首偈是一切是全部的华严经。这一首偈就是全部华严经。所以古德才说一经通则一切经通啊，你这一首偈通了，你全部华严就通了。啊，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我过去大概也给你们讲过很多次。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华严经，我只听一卷。啊，第一卷听完了，全经我都会了。啊，他在台中讲，我跑到台北讲，我讲的比他还详细，我用的时间比他多。啊，我这个根不是上根的，我在听一卷的。上根什么呢？听一首偈就行了，就全通了。我还听他一卷呢。啊，比我厉害的，听半句，听一段，听一句，他就全都会了。那比我就厉害了。啊，我那个80卷啊，听一卷。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啊，不会。80卷从头听到尾，听10遍、听100遍也没用处。啊，你还是不会，还是不通，还是不知道佛讲些什么。我们在历史上看，禅宗永嘉和尚了不起啊，那是我们比不上的。你看看《坛经》上所记载，他去参访六祖，说话不多啊，三言两语就全部通达了。就没事了，立刻就要走了，就回家了。六祖大师留他过一晚，第二天再走。在禅宗的留下的佳话了，一宿觉。他是他的这个德号上就觉禅师。他在曹溪住了一个晚上，
这个是属于典型的上上根性，所以是一闻千悟。一句大意，一切都通了，完全没有障碍了。我们今天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是烦恼习气不肯放下啊。慧能大师、永嘉大师何以能有这样成就？人家是把烦恼习气放下了。这个能力说实在话并不是他独有，佛给我们讲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都有这个能力。你一定要把那个虚妄的、不是真实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我在李炳老会上能有这一点成就，得力于张家大师的教诲。啊，我学佛亲近法师，头一天头一个人就是张家大师。啊，头一天他就叫我看破放下，我在这里得的力。所以以后在李炳老会上，我闻法收获比别人多。原因就在此地啊！一切众生亲近善知识，而不能得利益，不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听得再多，充其量也不过是记问之学而已。啊，你记得多，听得多，你也会说。你的心性没有开啊。你所想的，你所说的，是阿赖耶识仓库里头出来的，你收藏的，不是你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啊，你仓库里收藏再多，都是别人的，与你自己毫不相关。啊，如果从自信流露出来的，那跟佛菩萨所说的就无二无别，这是真东西。佛菩萨大慈大悲，无量方便，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啊！但是要知道，他只能给我们做增上缘，自己要不真正用功，信受奉行。这个增上缘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自己具足信受奉行，这个增上缘会产生很大的效果。经文的第三句，解脱因果次第乘，这个意思很深。
因为里面讲次第乘，清凉大师在这一句注解的也特别详细啊，摘要里面是揭露的啊，苏超的原文更丰富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事出事法总不外因果，世间法里面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啊，谁定的呢？因定的，我们今天所受的果报啊，果必有因啊。今天我们存的好心，做的好事，念念都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还有许许多多的外缘在阻挠，在障碍，在破坏，谚语所谓好事多磨啊，磨从哪里来的？过去生中啊，我们迷惑的时候也障碍别人啊。今天纵然做好事了，完全利益众生了，那这个果报还是脱不了啊。啊，明白了，明白所谓是不昧因果啊。别人虽然障碍破坏，我们还是获得欢欢喜喜。不生丝毫嗔恚之心，为什么呢？哎，果报如是嘛，如是因，如是果，如是缘，如是报嘛，报了就好了，随他障碍，欢欢喜喜给他障碍，障一次，障两次就报完了嘛，第三次他就不障了吧。绝不可以因为障碍自己心里面不高兴的。不高兴是这个障碍，这个结，这个障没结了。后头没完没了啊。所以遇到障碍欢喜。而且是感恩。欢喜呢，这笔账够笑了。结了。他障碍我们，不但没有怨恨心，感恩之心。我们还有报恩之心。他对我什么恩呢？消除业障，障勾掉，这就是恩德了。这是我们明白人跟世间不明白人，你看处事待人的心态行为截然不同啊！世间人哪有不报复的？尤其我这做好事不是为自己事情，你障碍，你一定堕地狱啊！怎么样去咒他、恨他，去报复他？错了。我们知道那也是一种佛，不过是个迷惑佛而已，颠倒佛而已。所以我们决定用真诚恭敬供养的心来报答他。解开之后了，他不但将来不障碍了，他反过来再帮助你了。我们世间人所讲化敌为友啊，
这是上策，这是高明啊，决定不能树敌啊，树敌是你自己跟自己找麻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明了因果啊，因果次第者，你真正明了啊，过去我不明了，过去我迷惑颠倒，做错了许许多多事情，给一切众生呢有很多过节，现在明白了啊，天天在化解啊，天天在结缘世界啊，结缘世界有根本之道，那就是真诚，唯一真诚对待一切众生啊，真诚决定具足清净，决定具足平等，决定正觉慈悲啊，我们这样啊，处世待人接物这个冤结没有不能够化解的，这一句意思很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再把这一句详细跟诸位做报告，解脱因果次第乘，今天就讲到此地。